悠悠，嗯，我想到了一部电视剧的桥段。什么呀？我们这个家可以比作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比作什么啊？私密店。为什么？哎，就那个东方青山和那个小兰花，他们不是住在私密店嘛？然后一开始小兰花不是心里有喜欢的男人的嘛？然后后面他们两个朝夕相处，然后就产生了感情嘛，就相互喜欢上了对方。这个电视剧我都没有看过。哇，这很该去看一下吧，很好看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啊、嗯，我那个衣服也很皱哎，可以帮我熨一下？可以啊，你给我呗。那衣服给你，帮我熨一下。明天你今天要穿？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活动，我要穿衬衫去，正式一点嘛，但是有点皱。什么活动啊？女孩子啊？没有女的，都是男的呀。那我给你熨吧。嗯。对你真好，没办法，哎。月月，我没纸了，你给我拿点纸啊！我上大号，快点，我。用力推啊！啊！你怎么？怎么了？你干嘛不穿衣服啊？我上厕所不喜欢穿衣服的呀。哎，我真的。啊，怎么了？我方便进来吗？穿衣服呢。那我进来了。啊，我快吓死了。怎么了？做了个梦。是梦见我了？梦到做了个噩梦，干嘛？梦到什么了？做了个噩梦啦。嗯，别怕别怕，没事。完了，干嘛？你不是做噩梦了吗？没事。你真的没事啊？对，没事。我是突然想叫你一下。那我回去睡觉了。嗯，好的好的。那如果说你有需要我，你就叫我，我就在边上。Okay, 我刚才在工作呢，在弄电脑。好，拜拜。快吧，快走吧，没事了。就是突然吓了一下呀。那你快睡啊，我看着你睡，我再走。不要，你快躺下，快躺下。不行，我要睡觉。对对，快躺下呀。那你走吧。你走吧。我看着你睡。不要。好漂亮，你这样，这声音好嗲。我喜欢上你的声音了，怎么办？快点走吧，我睡觉了。你真不需要我陪你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好吧？不用了，嗯。真不用了吗？嗯。快去吧，我要睡觉了，好困。啊？干嘛？我让你快去睡觉呢。我睡不着。快去。快去吧。那真走了啊。啊，拜拜。那你被子盖好吧。Okay. 你这样不闷啊？你这样。哎呀，我喜欢这样睡。好。快走吧。我走了。睡觉了，拜拜。门帮我关好。你说什么？又想我了？我说门帮我关好。我听错了。啊，你听错了。我说门帮我关好。干嘛？我跟你说，真不聪明，好吧？